singing. No! 我想问一下今天现场的朋友还没醉的在哪里已经喝醉的在哪里 我本来喝一瓶，有酒的都拿起来好不好？我已经有点醉了，因为我刚在胡台的摊位已经喝了两三杯了。我们不要让洋葱喝，他现在减肥。对，我在减肥。我把它喝掉好了。那你热量太高。有了，有酒的都拿出来一下好不好？其实啤酒先。有下足球的吗？等下准备要看四组吗？巴西的在哪边？乌拉圭的？法国的？法国最多。比利时的？ 管他了，我们先喝了吧。好，全部喝完吗？看起来大家全部快喝完了。喝不完。请容许我们再开场一次 ，DJ Ready。 还没吗？好吧，可能音乐又有点问题，不然我们就只能利用这个时间来送点礼物了。来吧，高雄人最热情，今天我也会留在高雄看球。等一下，看哪边节奏声大声，我跟你讲。 再一个，春风换你，那我来海报。好，那我上中间。中间的朋友，我跟你讲，那边的朋友要来的机会吧。我们来表演一下他做公益一样。还有那边的朋友要来一下吧。再见，再见。 礼物还够吗？不够。还要再下是不是？不然真好了。因为现在器材有点问题，不然我们送礼物的方式就换成用清唱，看哪边朋友唱的比较大声。清唱了。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来一首歌。我觉得先来一首嘻哈重头型看看。嘻哈重头型。对对，你起个 key 一下。5、6、7。我的爱人呀。 让我对你说情话，我的真心，我的真情，问你是否听到它？我的爱人呀，再大风雨都不怕，何时能和你一起回家？哪边比较大声？你继续判断一下。我觉得左边啊，那你就交给你来送啦。先来一个海报。 我刚开始左边最后面那边，但我不知道射不射得到最后面。哎，谢谢。音乐好像快 OK 了嘛，对不对？快 OK 吗？可以，让我们再重新开场一次吗？那我们先躲开。可以吗？那我们先去后台。好好。你们假装刚刚我们出来是彩排，现在才是正经的。好，喂喂喂，有声音吗？有。